在速喘呐、啊。有一次，那让孩子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就用画图来表达他们的心情。其中有一个画一个缺角的杯子，但是呢，他另外呢画一面呢圆圆的镜子，镜子里面呢也照着杯子。那我看了，我好震撼。可要知道，这是最奥秘的，就是最深奥的一个道理，就是大圆经底。看这一面镜子，那这一个杯子，缺角的杯子，它照到镜子里面去，杯子拿掉了，镜子还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但是呢，在我们呢，总是呢，还得阿瓦都明明都起，还要叫我个公言哎。我们的心里呀、啊，那个欠感，好，应该叫做欠感啊啦，好，那这明明都是已经欠感啊，我们的心里还存在，阿瓦本身嘛，还个存在呀、啊。可是呢，这一面镜子，它可以照得明明的，完全完全一样的这一个杯子，可以呢照得这样。可是呢，只要换一个角度，已经呢看不到了，没有了。这都是佛陀呢在教导我们，凡事啊，烦恼啊，不要常常污染到我们的心。单身女子刚搬家，发现隔壁住着一户穷人家，一位单亲妈妈与两个小孩。有天晚上忽然停电，那位女子点起蜡烛，过一会儿隔壁的小孩来敲门，紧张地问：“阿姨，请问你们家有没有蜡烛？”女子心想，他们家竟然穷到连蜡烛都没有，千万别借给他们，免得以后被依赖。于是对孩子吼说：“没有。”正当他准备关门，那孩子展开笑容说：“我就知道你们家一定没有。”接着从怀里拿出两根蜡烛说：“妈妈怕你没有蜡烛，所以叫我拿给你。”此刻女子自责感动得热泪盈眶，将那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台中有一位清洁工，每个月收入不到2万元，但他不以微薄的收入为苦，反而靠着省吃俭用捐款100万，圆满了慈济荣董。我每次都跟我妈妈讲说，我真的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我都跟妈妈讲，我哈能做慈济，真的妈妈你生我真的值得了。怎么黑人啊？看看台中的美琴，看她多么富有啊，她也多么孝顺啊。她从90年开始呢，啊，因为有邻居啊跟她说，啊，有个师父要盖医院在东部啊，他就说啊，
看医院要很多钱呢，但是呢，邻居就跟他说，说100块就好，哇，100块都可以去病院哦，那真好啊，就是那么单纯的心，就这样参加了慈济。然后呢，有一次跟着人呐、来到花莲啊，看到了慈济的医院，真的是在做救人的工作啊，他更花心了。回去呢，见人就说慈济，他是很诚恳的，而且呢，他并不富有。他先生退休了以后，他就承担起了清洁工人呐，是政府哈那扫大楼哈清洁的。但是呢，他一个月的薪水才19000元，还要起家哦，维持这个家庭。可是他虽然生活不富有，他富有他的爱心。他见人就要说慈济，见人呢就要启发人的爱心啊。有很多人被他的爱心啊、诚恳所感动。做慈济，你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像说来这边就很多病人啊，家属需要我们的安慰啊、安抚啊，看他们的那个哈，你就会觉得说做了很充实，我们这样做是对的。他一边要为家庭的经济而承担，慈济的活动啊，从不间断过，他还要呢，要孝顺。因为呢，他要到做慈济的时候，家里的人都反对啊，你自己的生活这么的拮据啊，那你为什么还要呢去捐钱呢？同时呢，你已经很辛苦啦，为什么还要呢去跟慈济做这样的活动呢？他为了要让家里的人更能了解，要让妈妈呢也更能欢喜，所以呢说动了妈妈，把妈妈呢带出来，让妈妈知道她是如何说慈济，如何呢去带动人，带妈妈去访视，让妈妈看到了点滴啊汇聚起来，还要劝人呢点点滴滴这样募起来的，可以呢帮助这样这么多的苦难人哦。妈妈了解了，也赞叹了女儿，女儿就说了，炫耀一下说，妈妈你有这个查某囝做主席，你嘛真光荣哦。那让妈妈呢也知道啊，对啊，我有这个查某囝真正真光荣。你看父精母血啦，让我们这样的身体为人间所付出的呢是那样的有意义啊，让这样的功德就是父母的，和父母知影讲哦，哎呀，生我这个身体，原来呢也可以为社会人群而付出。他不只是让父母啊了解呀、他也去过了大陆，捐了一间房间呐、10万块，囡仔也细汉，伊个是伫咧挖手皮，安尼呢？10万块真多哦，吼！那一个月薪水才19000，要维持这样的家庭生活，他还要呢累积10万元呐、是多么不简单呐、平常就是这样累积，那2000年的一次大陆的哈冬令啊。他也跟着大家一起去哦，这吼去一抓自掏腰包哦，这个收费嘛真当呢，可见他要亲身去体会到了大陆的冬令啊。他回来呢，
才有心得跟大家分享。去大陆回来政府支付哈，他这么勤俭，他都勤勤俭俭，为着就是要来捐龙洞，真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所以他去了，回来了以后更精进。哦，原来呢，苦一旦苦加安尼遐尼苦，吼，那为那一大片的土地，知道慈济人呐、所救济的呢是天下国际，所以就开始在发大愿，就是要捐龙洞。哇，想一想，这样几年呀、就安尼滴滴累积累积哦。真的为他的儿子呢捐了一个龙洞呐，这到底是安怎捡出来的哈？真正是哈，感觉到说很不可思议。这椅子都是回收回来的，延长他的物命啊！这个柜子也是把钱节省下来来救别人。这个就是要给大爱台的。帮儿子圆满龙洞，我还会继续为自己、为家人来继续努力捐龙洞。而且，他不管是花莲的医疗志工、大林的、台中的，他都不缺席。他的时间到底怎么样利用？他的钱是如何来省价俭用？把囝请个足好诶吼，那女儿呢也出来受证了啦。这种的身教，他自己是孝顺，走一个好女儿啊的典范啊，也是好妈妈的教义啊。同时呢，是在人间中呢人格典范呐。平常也在上班，那上人就说，就是换个工作就是休息，对，那就是换个工作嘛。好羡慕哦，对，羡慕说，母女同修哦，真的哦，那前辈子修来的福报。这不是做不到，是做得到。你想这样的享受，他很开心，很欢喜，这样的心灵享受。比起了最富有的国家，遐上好雅的人，比起他们来呀、是哪一个人生最有价值呢？人生来，是不是光是点我好雅呢？点呢？好雅又怎么样啊？跟人群呢，一点点都无关，享受一家的爱哈。但是呢？这种的在清贫中啊，还可以呢利益人群啊，还可以呢带动很多人成就菩萨群，还可以让父母，还可以让子女都能这样的已有容颜啊。你看这样的生命呢，多么的高贵啊！好，我看了也很开心。在面临人生不如意时，难免会有难行、难忍、难过的现象，这时候就要转念。难行难都得行，难忍难都得忍，难过难都得过，就可以超越人生的困境。圣严师父跟我们大众开示，我们面对有困难或是挫折的时候，心态上一定要先抱持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那就是要有正确因果因缘的人生观。因果观是要讲过去、现在、未来。因果我们要知道说，种善因一定会得善果，种恶因一定会得恶果。但往往我们种了许多的善因，
但没有得到预期成果，我们当成因缘未成熟，暂时放下，我们就不至于产生心理不平衡。当我们碰到困难，产生挫折感的时候，我们难免心理上会有许多的烦恼跟挂碍，甚至非常的难过。难过，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这个停顿一下，难到点过啊，超越通过，而事实上就是一种正面的转念，而时时成就我们少烦少恼，而增长我们的智慧出来。那这样的话，我们心胸是非常的豁达开朗的。正面解读都是让我们在成就修福修慧的契机，逆向思考不会从负面的情绪心态来反应处理，让我们更多一些平安跟快乐。在人生旅程中，一定会有顺境，也会有逆境。顺境成功的时候，不要得意忘形；逆境失败的时候，不要挫折灰心。成功是好的收获，失败是好的体验，随时随地充满希望与光明。祝福大家。彰化有一位慈诚师兄纪辉宏，未加入慈济之前是个非常不快乐的人。回想我前半段的人生，真是迷茫人生，因为小孩的时期对着母亲都是拍下手，不是骂就是拍，所以我母亲也很怕我这样造成到阮的家庭思想就是咧闹革命。阮叔仔是真拍拼，嘛真好的叔仔。啊，因为伊都还阁替我照顾阮中风的妈妈，啊，阮妈妈身体嘛是有多重的疾病，糖尿病，嘛小可躁郁症。啊，所以讲伊嘛真辛苦，但是我迄阵拢袂晓甲感恩，干那一一要求他啊怎样做怎样做，师姐。身心疲乏，蜡烛两头烧，终于离开我了。妻离子散的纪师兄，一方面要照顾母亲，一方面还要工作，又要多方请求协寻妻儿，身心俱疲的情况下，骑车失控摔倒，导致一眼失明，并伤及颈椎。出院后，因医嘱需调养数月。雇主不但未曾关心，反而借机解职，令他失去工作。经过迄次的车祸了，我因为倒立目睭跩失明吼，啊，但是的上一个月啊，啊，但是上一个月以后要去上班的时候，工具煞变裁员啦，啊，煞甲裁员。住院期间，有位好心的看护。拿了一本慈济月刊给他，里面有一句静思语：普天下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人，解开了纪师兄心中的结。他放弃与老板之间的劳资诉讼，转而感恩老板曾给他20年的工作机会养家活口。也由于这一次的无偿事件，出院后的纪师兄专心照顾母亲，直至母亲安然往生，附近邻里都称赞他的孝行。人生本来就是第一番离合啊，酸甜苦辣都会尝试到，你就把它当作一种磨练呐，借鉴呐。如今纪师兄以置业为职业，做一位专职的慈济志工。因为见苦知福，现在的他待人谦和有礼，轻柔动作，温言关怀，早已与往昔的他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不要穿。有啊，你要不再多啦。真正像我这种的自由的哈，嘛有啦。啊，所以讲，伊若看看别人，啊，想想家己，讲啊，人迄个孙仔，人伊安尼无头路，啊，搁车祸，搁一日目睭失明，吼，啊，搁在某阿囝离开伊身边，上歹就是安尼尔，我就上歹，对不？自从我发落忏悔了后，阮师姐对我的态度180度的转变，他早时拢无要插我，今妈妈已经有正向的回应，加上因的亲友嘛拢答应讲要甲阮讲情，啊，互阮早日来团圆。我真感恩因，人我今妈妈有用师姐甲囡仔的名分，有因来政府店做布施，来当愿我的改变会当互阮师姐感受得到，啊，早日来团圆。我也真希望讲，大家全家会当入来组织，一同来做组织。看啊，那一位济济士呢？你看他的人生曾经懵懂过啊，哈，那懵懂过的人生啊，那个时候不懂得如何珍惜他的家人啊，可是经过了这人世间的一番呐、道理入心呐、以后呢，他就会觉悟。虽然他的太太离开他，他没有怨恨呐、他反省啊，他自己呢还说感恩呐、就同样一个人呐、心态一转就不一样了，道理入心呐、就没有埋怨，那没有记恨。同时呢，更会懂得过去是太太在照顾他的妈妈，那家庭的事情是太太在承担，原来是这么的辛苦，他呢，好懂得如何来反省，转变他的心态。他现在呢，已经在慈济里哈、那他的太太应该看到了，应该都能理解到哈，一个人转变过来呢，那这一面镜子哈，应该呢会重新圆呐哈。生命是非常宝贵的，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最大的礼物。若遇到任何的困难，当作你的垫脚石，一步一步的高升，不是把它当作你的绊脚石。我们人生里面所遭遇到的各种困难，让我们借着这些困难一步一步的高升。你胜过一个困难以后，你就多一份信心，也多一份力量，再胜过以后，再胜过，慢慢成自然了。所以遇到困难，把它当作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机会。你认为他是痛苦，他就是痛苦。假使你有信仰，你可以改变，把痛苦甚至把罪恶都能够变成有用的事情。比方我假设不生这个病，大概不会出这么多的书。上天给我们的生命，尽量的发挥我们的才能，为社会、为自己的家庭、为别人去服务。假设你把生命给毁灭了，那你什么也得不到。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生命把它的意义活出来，生命真正的意义就是发挥无私的爱。
中慈济医院大肠直肠科主任邱建明医师，从小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上学搭乘宾士车，又考上医学院，大好人生令人艳羡。但就在15年前进入实习医师阶段之时，母亲罹患肠癌，住院期间受到医护人员冷淡对待，而体会视病由亲的重要。当他升上总医师，正准备好好发挥的时候，父亲却经商失败，负债高达5000万，牵连到他的财产被扣押法拍，薪水也必须固定扣款还债，太太更在此打击之下罹患了恐慌症。1996年到2009年，长达13年的人生风暴是他生命的谷底，他被债务逼得喘不过气，忘却了身为医师的荣耀与使命。在那段日子里，骑脚踏车其实是我每个礼拜辛苦工作之后的一个发泄。那我每一年都会参加一个从埔里骑到合欢山的比赛，那是7年前的事情。那一次上山之后，那下山的时候，因为疲劳过度，就不小心发生车祸。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在一阵晕眩当中，然后我发现说我右手臂举不起来，只能举到一半而已。那举到一半的话，身为一个外科医师经验，我知道说我右手手骨断掉了。那当一个外科医师自己诊断自己右手手骨断掉的时候，大家应该很难想象那种感觉。我感觉不是说我手断掉很痛还是怎么样，我手断掉突然，我心中突然出现一个好轻松好放松的感觉，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我终于可以休息，我终于可以休息，因为我已经累好几年了。那可是这种放松的感觉维持不到10分钟啊。那后来大家知道说脑震荡的病人他会有一阵一阵清醒期跟一阵一阵的昏睡期，那我在醒过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问说家里的钱够不够用，家里的钱够不够用。那我太太就跟我说够，你不要担心。那过不了10分钟我再醒过来一次，我又跟他问说家里钱够不够用，家里钱够不够用。那为什么会这样问？那是因为那是我在这好几年来自己内心最深层的恐惧。那我记得在第3天的早上，那我住在我们直肠外科病房，那时候我一个上个礼拜刚开完大肠癌的患者，他坐着轮椅，他儿子推他轮椅过来找我，他还带一盒水果来看我。那大家可以想象那幅景象哦，就是一个癌症的患者，然后坐在轮椅上面，眼睁睁看着他上个礼拜帮他开刀的医生，现在躺在病床上，看起来像比他还虚，比他还严重的样子。那他突然看到我之后，他突然放声大哭，他就跟我说：“邱医师啊，你都要保重啊，我这点命就靠你啊。”那我那个时候突然被他吓到，整个人就是整个突然完全清醒了过来啊。那心中感到万分的惭愧。那我就突然发觉说，原来我自己一直沉浸在自己的苦恼里面，自己一直沉浸在自己的贪嗔痴里面，然后整天想着自己的痛苦，没有去而忘记了一个我身为医师带给我自己生命上的意义。听到了邱医师呢，真的也都是很令人感动。年轻人呐，曾经有那样好的背景，享受过来的年轻的时代，但是呢，人生无常，就是无常啊。尽管父亲的事业做得好，但是呢，这现在的社会啊，总是呢，真是无常啊啊，路，好、哦，就像路，最赶快呐，真的是如泡沫一样。不过他碰到了啊，也有碰到了这个啊，老母的病啊，吼、哦、那样的心灵的挣扎，还有曾经有过。不过呢，很令人佩服他的是毅力、勇气啊，就如他在骑单车啊的那样的毅力啊。那出院之后，我在受伤之后第5天早上，我就背着3角巾去爬山，去健走。那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回来上班了。10天之后，就去游泳做复健。14天满2个礼拜之后，我就再度进了开刀房。
是帮别人开刀，不是被开刀。那一个月之后，我又骑上我的脚踏车继续做我喜欢做的活动。在那个事件之后，我深深体会到一件道理，就是说做医生这个行业，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再也不是一个还债的工具。医生这个是我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工作，那骑脚踏车这个活动也不是，再也不是我一个发泄，一个苦闷的发泄。骑脚踏车是我自己在调整我自己的呼吸，调整我自己的身心。那接下来慢慢的，我银行的债务慢慢解决，我也买了自己的房子。那最重要的是，我还把我们家被法拍的房子，我的老家，把它买了回来。非常非常高兴，可以在这边用忏悔的心，好，可以用忏悔的心走过这一切。那经过这些奇妙的一些缘分，那经过这些奇妙的，这事实上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听到了他的手摔伤啊，他还有那样的毅力哦，那要恢复起来啊，也是为了病患呐、啊，这都是呢很令人感动。只要一念间转呐、啊，的确呢，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没有什么样困难不能克服的，这都是呢在一念间之中。所以常常在那讲吼，咱的心啊，那一转呐、啊，那方向呢正确，不管路多远，都会能有一天到了他的目标啦。学思亦无邪念，自常自在，心正邪不清。中国大陆常熟地区有一位相当成功的企业家魏奇南，过去曾是员工看到都会发抖的严格主管，几年前接触到瓷器，认识了上人的法，有了180度的转变。以前我觉得我管理只要对按照制度严格管理就可以，但表面上呢他觉得也是可以的。员工他是一种什么感觉，以前我都不知道，还认为我们的员工对我应该也是蛮尊敬蛮不错的。那么特别是在一次我们学了写近思语以后，我们有一个分享会，在分享会上呢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干部就说了，哇，学习了近思语以后变化最大的就是我们的魏总。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现在的员工看到你不那么害怕了。他们说你不知道员工怕你到什么程度。我说我不知道，看到你两腿都会发抖的了。他说你可能就是一个讲话的时候那个面部的表情吧，一直是蛮严肃的。那么还有呢，你看到人家做的不对的地方，你要马上当场就要指出来的，不给人家一点那个情面。我说原来是这样，我还自以为我以前的管理的方法是很好的。在大陆的那魏
在场所有一个很大的百货公司啊，光是员工就有800多人哦，他要管理员工啊，都是呢天天都看人家的缺点哦，这种看人家的缺点的这种的心态啦，也都是时时自己呢都不知自己的缺点，所以很难免呢他样的对人的态度啦，因为呢都会常常去数你的缺点多少多少，那态度呢就不好，难怪他的员工看到他呢就会怕啊，越怕会越错啊。现在呢已经再转一个角度来呢，哦，就不一样了啦。那么从那次分享以后，又学习了上人的法以后，有两句那个对我是感触很深的，对我也改变最大的是呢，一个是就两句话，一个是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还有一句就是心美看什么都顺眼。以前呢，我就是工作当中看到别人不对的地方，就是哎喜欢就是马上指出，也没有看什么呢，哎他为什么哎这个事没有做好，是什么原因，要去分析一下，从站在对方的角度原谅别人的这个角度上去看那个问题。他把这样的三角议题呢已经呢圆了啦，因为呢为什么能圆，就是呢心美看什么都是美啊，总看别人的缺点，换一个方向就是看人家的优点呐、啊，是啊，你缺点的不看他，都看他的优点。就如我们常常都说，啊，一个杯子啊，一个切角，你不要看它，它还是个圆的，还是很好用啊。所以这样看别人的优点了以后，自己呢就已经有优点了啦。这种。待人圆满呐、啊，就是最好呢领导方式啊。有一次，因为我跟一个我们的中层干部在沟通的时候，就是开始以赞美对方的这个情况啊，开始看到他那种就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蛮开心的。开始跟我谈的时候，他蛮紧张的，后来沟通以后呢。哎，我觉得他的心开了，我的心也开了，因为对方呢觉得我哎能对他有些事做得不够的地方，我能体谅他，他觉得这种感觉是很好。那么以后我在工作上或者生活上去沟通的呢，我就用这种方式。这个不光是我们企业中的员工也好，在家庭中都是一样。魏师姐将静思语带进公司，让商场里随处可见，并且与同仁一起共修分享上人的法，上上下下关系融洽，一团和谐。从我学习了静思语以后，包括我们的员工学习了静思语以后，真的那一个心里不断的一个得到升华，对周边的人都是我觉得啊爱得更深了。如果说商场也就是一个善场了，我们说我们提供的顾客不光是一种物质的一种需求，还有一个有精神食粮。那么我们的精神食粮，我觉得用静思语是最好的了。因此在我们商场的经营的场所里面，为了我们员工也便于那一个每天能都接触到这一个智慧，
一直在我们那个柜台上货架上都有那个近视眼的立牌。当然这个近视眼立牌我们是不定期的要更换，怎么把进入我们商场的每一个顾客也能得到这一方面的智慧。因此在他们在购物中啊，我们那个近视小卡片啊，近视的那一种手卷的那个语录啊，都让他们去那个去自学，他们拿到了以后都很开心。他们说哎呀哇，一句句都是好话，看到了就是感受不一样。其实华联就像一个大家庭，然后我们的魏总就像我们的一个家长一样，带领了我们这么多的就是子女，然后大家每天在一起生活，都是工作都很开心，我们把工作就当作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去做。这个其实是应该有很大的变化的，因为15年当中其实公司也经过很多风风雨雨，包括我们的一些就是管理的一些模式，其实我们有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这个氛围的一个开始也是在5、6年前，就是我们慢慢接触瓷器以后，慢慢有这方面的一个感觉，就是更加和谐的氛围在我们公司里面就传播开来。在工作当中，大家都能够以平等心去对待每一件事情，然后对顾客都是怀有感恩之心。我们会用就是每一个动作或者每一句话，我们都是真心付出的。运用近思语的智慧，换角度思考而更快乐的不只是魏师姐一个人，公司里的同仁们也得到非常大的饶益。在以前的单位，我觉得我跟你这个客人在交涉了一段时间以后，还是未能够达到客人的要求，没有达到一个促进到一个成交的话，我自己会容易暴躁，有的时候可能会对客人有不礼貌的话语或者言语上的冲撞。现在我来到华联商厦，接触到这个慈济人文以后呢，我觉得自己的心静下来了，心也放宽了。当客人对待我有什么要求没有达到的时候，肯定是我自己做得不够娴熟，一定是自己有不足之处，所以客人才会对你不够满意，才会跟你没有达成过交易。那这样子情况我就不着急，我会慢慢地对客人讲，你有什么要求是需要我可以改进的地方，这一次我做得不好，还有下一次，下一次我做得不好，还有再下一次，总之会有一次你会觉得我很 OK， 你会跟我会回头再来找到我，哪怕就是喝一杯清茶也是蛮开心的。人人有这样的心态，我相信呢，就是时时感恩，你时时感恩人，那人人呢就会时时爱你。这彼此感恩，彼此互爱，这都是我们要做的人人的课题呀。的心念呐、那好的熟练的手来画一个大圈圈，让它无缺，我不就跟大家分享过吗？一个杯子假如有缺口，你偏要用那种的缺角的，你的嘴巴就会容易被割破掉。所以我们要给它洗过啦，吼，在那个鱼的啊，这块凹啊，还会用的嘛，吼。所以我们应该呢，要看圆的啊，不要那一种一直呢点它那一滴滴一点点的缺呀、假如人人都不看人家的圆呐、只要去看那一个缺角。
其实呢，这个缺角是占满了自己的心哦，自己的心呢，坑坑洞洞都是缺角，那实在是很辛苦啊。看看，用简单的那一个原子啊，就是有一支好笔好手啊，好心念呐、啊，就一笔完成，就是那个圆，这简单呐、啊。一支笔啊，一支手啊，一念心啊，就安尼给空起来，那就是圆啦、啊。我们看到了佛陀洒净土的，佛陀抚摸地球的那一颗地球，不就是圆吗？在宇宙之间啊，零零总总啊，都是在这个圆的里面。为什么不人人啊？哪一个圆啊？这样的圆，就是要和心和气啊，彼此之间呢，要互爱啊，这种的。和心和气互爱，同时呢，就是能来画一个大圈圈的大圆圆，能这样子不就是很好吗？正言法师菩提心药十二月，十二月一日生活有法度，十二月八日换个角度世界不同，十二月十五日德光普照人间，十二月二十二日开门七善事，十二月二十九日让大爱传播世界。正言法师菩提心药每周六下午五点。